家好，我是星球列车长秋秋。1.2 版本将在7月19日上线。本期视频就给大家带来1.2版本的更新优化及上班活动汇总。三连关注，秋秋加速。更新优化方面，史诗级优化，新增护眼模式，可在手机设置界面设置，避免光污染，希尔开大不用闭眼了，这下不得不玩啦。位面分裂活动优化，每日双倍奖励次数变为在整个活动期间内共享12次双倍奖励次数，不用再等每日刷新奖励次数，可以一次性刷光，鸡鸡蛋狂喜。除了以上两个重磅优化外，还有可更换的聊天短信对话框，通过完成活动地城探宝可获取，战斗信息展示优化，在游戏对战中更直观的看到挑战目标及相关提示。地战探游 UI 优化，探游模式中点退出按键时，详情界面显示更明晰，并且可以在详情界面中进行操作设置，不用中断挑战就能更换设置啦。任务活动方面，先看更新后同时上线的活动。首先是新一期的寻星之旅，完成7日签到可领取10张新鬼砖票。喜闻乐见的白嫖活动，谁能不爱呢？忘却之庭天中求仙迷航路，需要完成开拓任务有龙角角奇缘淼淼后，忘却之庭将会开启新的回忆。通关仙珠回忆奇一后，可以获得一只4星角色御空哦。仙珠回忆一共6关，与忘却之庭的普通回忆类似，预计每通一关可得200星球。新增第7世界模拟宇宙，完成相应开拓任务融客名优玉角盘琼，并通关第6世界后开启。除了常规的通关星球奖励，图鉴中也会增加新的世界，2套全新的位面饰品加入，提高角色暴击率与普攻战技伤害的繁星竞技场，提高角色效果抵抗与全体暴击伤害的折断的龙骨。那么大家会给希尔刷新的位面饰品吗？新增御空同行任务，因为我已触碰过天空，完成任务可得100星球等奖励。新增常驻5星角色试用关卡陆力先行，试用可得20星球，7位常驻角色提供140星球。7月21日开启活动评书奇谈，持续到8月7日，需完成开拓任务有龙角角奇缘淼淼才能开启。开拓者根据任务指引充实主角模板，通过组合不同的增益能力，在挑战关卡中获取分数及奖励。该活动可得500星球、命运足迹、遗弃残骸等奖励。7月28日开启活动神奇的铺满在哪里，持续到8月14日，根据感应仪在特定的场景中寻找铺满，共计7个任务，完成后可得500星球、命运足迹、漫游指南等奖励。8月2日开启活动位面分裂，持续到8月9日，位面饰品双倍掉落，次数有限，抓紧机会刷破一切。此外，1.2版本还会开启玩家回归活动寻星归程，满足以下3个条件便能开启。活动激活后持续15天，一共可以获得500星球、6个燃料等资源奖励，还能兑换以下光锥的其中之一。1.2上班不仅有新地图、新主线，还有大量新活动，可谓干货满满。结合官方目前透露的信息，下半还剩下地城探宝活动、卡夫卡同行任务、陌生女人的来信，以及每个版本末都会有的双倍掉落的活动，不知道这次会不会加入双倍遗弃掉落活动啊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了，制作不易，还希望大家能给秋秋一个免费的3连，谢谢大家。